会务报告，秘书陈俊森报告。主席，各位主席桌的贵宾，在场的贵宾，各位先进室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在此跟各位拜个晚年，祝各位年年有余啊。那在这里，我简略的把二月份的我们这个行事历报告一下哈。我们新庄会在2月20日的时候有办个捐血活动，在这个新庄运动公园旁边。那当天虽然天气恶劣啊，气候恶劣，但是这个参与捐血的这个民众非常的踊跃了。我们当天大概捐了200多袋，那累计到2月20日为止我们本会的这个捐血袋已经突破18000袋。那以上是新庄会秘书陈俊森报告，谢谢。